好，来了，曹主播，这个先解一下每日任务来了，刚上线没手感，第一场连两场第一吗？开盘，主播好久没有玩糖豆人了，最近有一个职业选手橙橙。确实啊，陈哲蛮厉害的。弹射，哇，这个弹射手感有料哦！我带到他了，哦，他失误了，他削到左边的枪。哇，这个网速定位还行。一个双杀坦，哈，哦耶！主播刚上线，啊，能不能赢呢？来了 ，Round Two。沁园村，看一下这边曹主播刚上线的这个两场有没有机会？哇塞！哇哟！莫非你是拓海？过弯就会超车？莫非我就是田海？弯不过就田海。连续。哦哦哦！对，直线。GTR 上啊 ，GTR。这个弯他会上来。这一卡位，直线 ，finish。看来我这台还是比他那台86强一点的、啊。李普奥百年不跑的图，给他一个这个。啊，怎么有一个人真的开板车啊？我还以为那个是黄金板车哎、欸。CWW 真香，没有人会跑 CWW 卡气再一个 CW， 这里小飘小飘、啊、算了，我 不多弄气出来，这里开气，延续，直接飞过去。WCW 这里蹭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，CWW。CWW，finish 啊，上次练的。新纪录啊！但是那个中间的那个星星的点又忘了，他们到终点了。那这样算蓝蓝帮输吗？啊，算我输了，但蓝帮还是获胜的。我觉得这个时装我是从哪里来的、啊、认识的？之前有观众问我说我这个时装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我没办法回答他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。波飘，
尴尬。哎呀哎呀，双杀没点到，冷静啊，我们这里不能自乱阵脚。轻杀弹射，没出啊，没事，我们很好，顺策。啊，没事。很好，双杀，连续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哦 ，CWCW。机甲要控住那个惯性，要控住那个惯性过弯也是比较难的。没事，我们很好，这句三年前就有在讲了。没错，那时候都假装自己很好，现在撞到的都是哇呼，跟当初不一样了。我们已经省略了那个字数太多了，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惊呼声。惯性出弯是啥？你可以去看一下周杰伦拍的《头文字 D》。小朋友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聊天室现在还没有满18岁的小朋友们啊、哦，虽然我跟你们没有差了很多哦，我们应该还算是差个差不多两三岁左右。但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周杰伦拍的《头文字 D》？有的请打一，没有的打零啊、哦。这边可以看到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打零。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吗？你可以去看一下吗？连续，好，这个花。W 这个零有料哦，他难道就是粉红帮的？他这个零不是不是，他这个零难道就是没看过头文字 D 的？他直接用游戏 ID 告诉我，岩石弹射，优帅。finish， 差一点点就新纪录啦，下次一定啊，不是哦，那真的蛮好看的、哦，看一下好不好啊？现在要去哪里找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有小草拍的头文字 D？ 刚那场已经有啦、啊，不是已经有 A186 对决 GTR 吗？藤原田海对决藤原拓海啊。哇，撞到！安安主播，安安呢、啊？我还好，我弹错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W。蓝色，小飘双杀，
WCWW 哦，还好快出道。一二三四五，用空飘，完了！哎哎哎，好好，好吓我一跳。他不知道干嘛了，他不知道干嘛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干嘛了。我看一下回放好了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二三四五六啊 ，WCW， 他这个跑法很新颖啊，他要是刚重放一颗氮气，就已经他已经赢了。WCWWWW 一哇，完了，阿玛，这个看起来是台服的观众哎。差点被他卡掉，好像没了耶！一二三，恭喜粉红帮获胜。这个跑第一也没办法啦，粉红帮的刺客来啦！你有打小这杯，你可以再帮主播撑个七年吗？二零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不，八年，哈哈，跑得挺不错的啊！刚那个玩家。